有合同也不能去拆人家房子，他们有什么权利拆人家房子呀？我们哪条法律规定，包括政府现在都没有权利去拆房子。你看一看法条写的，现在政府有权利拆房子吗？也要申请强制执行啊。一个公司签完一个合同，可以把人家一栋楼给拆了，还把人都连夜给赶出去了。那这个还是我们，这个我们说那老百姓还，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和秩序，我们这法律在哪里？